是小胖和小石头，世界杯的决胜局比赛。此时，小胖9比8领先，10比8手握2个赛点。小石头一个将军拔剑，追到9比10。 决胜局10比10平，这局小石头从开局，胖9比8领先，10比8手握2个赛点，小石头一个将军拔剑，追到9比10。 决胜局10比10平，这局小石头从开局1比5落后，3比8落后，顽强追到10比10。小胖11比10再度领先，手握一个赛点，又一个将军拔剑，追到11平。 这回拔丢了，12比11，小胖再次领先，12平，这也打得太激烈了。小胖继续13比12领先，这已经是第3个赛点。 这个球形成了多拍来回，小石头顶住了压力，又一次把比分追到13平。又是小胖的赛点，小石头这个无奈的表情，看了好几遍了。太不容易了。 小胖大比分1比3落后，以4比3翻盘，祝贺小胖。